你好，来我家上门，我挖地养你。<笑>你只要负责貌美如花就行了。<笑>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。 不知道会不会？上面换人了啊！之前那个我跟小妹，我又来了啊！我今天来挑战一下这个。哎呀，看你能不能爬上来，是吧？看吧，我就来了啊！哎，来了！哎呀，那个小妹不行，帮帮她忙，相不相中呢？不能帮忙。相中就帮她拽拽她一把，你这样，小妹，你可以薅着头发给她薅上去啊！ 趁这功夫正好抓了这把头发，这个薅上去了啊！是啊，哎，我要是帮忙了就不算了。哎，那女人你们要彩礼吗？要一头老母猪。这需要一头老母猪就可以了吗？对啊。还上去了？哎呀，他这个便宜，他就认准母猪了，啊，人家都要牛，他就认准猪了，啊，他这个价钱那个价钱便宜，哎呀妈！哎呀，鞋子丢了。哎呀。